哇！小米饭。只要这个阿姨还喊你乖乖，就证明你还很年轻。乖乖。又看见一个凉粉锅盔，做一个凉粉锅盔。一个。一个。好。咱烤好了。东阳辣椒吗？哎，东阳辣椒。特别辣吗？这个辣椒？这椒椒没得椒椒。秘制辣椒。哇、哦，好脆呀、啊！还酥的，是吧？刚烤好。咬的咬的。哇、哦，这个装了好多好多。何姐甜水面，他家的甜水面特别好吃。阿姨，我要一个那个甜水面，一个混合的，啊、两份。乖乖，嗯，喊你何姐都喊你乖乖甜水面。哎，对对对。阿姨，我晓得。这个甜水面是阿姨手工做的，是热的还是凉的？嗯、比较凉的。好，晓得。多放点辣椒，多放了。多要辣椒。对，多要辣椒。不好，很辣很辣的。对，很辣。当你脸吃的那么辣。妈，要不你咬那后头的嘛，咬那个干啥？小米辣，可以可以，乖。大点好多钱？分量好大呀、啊。哎，来来来，不是，这块不要辣。你不给我放好吗？哎，你的马上阿姨就给你抓紧弄了，就到。开始。叫，抓了三米多的高度。要得，乖乖。要得。哦。这一顿应该是我来到川渝以后最清淡的一顿了吧？甜水面，每一根都挂满了酱汁和花生，这怎么能不香？混合凉面，我又发现了一家方形锅盔，这个好像比原来农庄好多。这样一顿哪有热量？你说，这不马上就要瘦了吗 ？Action！ 这家甜水面，上次来的时候就想来着，但是时间没赶上。这家真是想了好久了。又香又甜，来到这家店，只要这个阿姨还喊你乖乖，就证明你还很年轻。这家锅盔真的好大，像不像咱那边的火烧？哇，里边加了特别特别多的凉粉，哇！没咬以后都鱼出来，这凉面也特别好吃，特别的爽口。这种锅盔真的是太好吃了，而且这一家也不是那么的油。难怪人家生意这么好，这个阿姨不光面做得好，而且人也非常好。她又来成都，一定要吃凉粉锅盔。这个虽然是南充的特色小吃，但是在成都也一定要试一下，真的是特别好吃。而且今天吃饭这个环境啊，真的是太舒服了。See you tomorrow。